只要每个长大后的你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只说我才有能力 Let's go, let's go 我自己内心的孩子 hey, hey, 永远不用长大 hey, 你要长大 hey, 因为我自己很多年前都很喜欢 hip hop 还有 funk 还有就是很多种音乐类型，然后我也是想去尝试一下。你应该做你自己，然后跟 Round Two 做结合，他才会一加一大于二的状态。他选择团战，整个作品还是让 Round Two 单独的在撑起，我觉得是一个错的选择。可能我们如果说有一些失误的地方，也许是我们就比较在意那些旋律的美感，没有想过太多要去为了唱高音而去写那样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我人生中很珍贵的一段经历，因为我以后都不会再尝试了，这次试过之后。